我是上去问价格的那个王老板啊，我最近呢想在你们那里采购几百套设备啊，能不能给个最低的出厂价我啊？然后呢，最近我想先买一套回来试用一下啊。喂，那个，现在的人呢越来越精明了，初级套路都不管用了。嘿，老板，什么事？我告诉，活得通透的男人是什么样子？没有特别想维持的关系，也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。走近的人不抗拒，离开的人不强留，就连吃点亏都懒得计较。